我们上一集说到啊，听说后赵的石勒兵马强盛，刘曜呢御驾亲征，而且还打了胜仗。夜间呢，刘曜大军呢就在军谷屯营，半夜呢无故大惊，就军营之内啊就是炸营嘛，军中溃败，只得呢退屯渑池。不料呢，这个前赵的士卒再次无故大惊，没有任何敌人来袭，大军连夜又崩溃四散。这个炸营呢，在古代啊，这个事情还不是说多罕见，但是呢，这么短的时间内接连两次，这就有点罕见了。刘曜这个时候觉得无奈，只得退归长安。那么刘曜手下的大将刘越参军呢，一看救援无望啊，很快就大败，包括刘越在内的前赵高级将领80多个人，全被后赵的军队给生擒活捉了，求送当时后赵的都城相国。15000多士卒呢，被后赵军队坑杀，就全部集体屠杀了。经此大败，刘曜这个人啊也是愤恨成疾，都气病了。所以说回到长安之后呢，祸不单行，他最近立的那个新皇后立的不久，那新皇后刘氏又病死了。那么这位艳丽动人的刘皇后死前呢，刘曜亲自来到床前，把小美人拥入怀抱，问她有什么临终遗言。回光返照之际呢，这刘皇后就说了，臣妾的叔父刘昶啊一直没儿子，我自小被他抚养，无以报德，希望陛下能够呢跪显我这位叔父。我另外一个叔叔刘癌呢，他有个女儿非常娴熟美丽，但陛下呢能把她纳之为皇后。刘曜对这个小刘皇后的临终嘱托啊一一照收，马上下诏封这个刘昶为大司徒、录尚书事，立这个刘癌啊他这个女儿为皇后，并把刘皇后一门的亲族都任以为高官厚职。为此呢，他朝内的尚书郝达啊也是汗臣了，当然就强烈的进行觐见，就说为什么一家人一下子这么贵显啊。刘曜大怒，派人啊携带大盆毒酒，把好几个这个进忠言的这个臣子都给毒死了。那么公元328年6月，也就是东晋成帝咸和3年呢，后赵的石勒又派他侄子中山公石虎率领40000大军从止关，也就是今天河南济源西入，进攻前赵的河东地区。一时之间啊，有50多个县纷纷响应，后赵军队是当时势如破竹，直攻蒲坂。蒲坂在哪儿？蒲坂在今天的山西永济县。看见强敌来攻呢，刘曜不得不又一次御驾亲征，率领精锐水陆驻军来救蒲坂。同时呢，他还派他自己的皇子刘胤守长安都城，让他的河间王刘树大发什么氐族啊、羌族啊这些雇佣兵抵挡河西地区。后赵的中山公石虎啊号称是猛将，但面对这个前赵的皇帝刘曜亲自率领100000大军，心中不得不惧。刘曜军队呢自渭关北渡之后，石虎见敌军来势汹汹啊，就赶忙率军隐退。刘曜本人，你想他一直是大将出身，知道机不可失，挥军进击。9月间，刘曜的军队就在高侯，就今天山西的闻喜县追上了石虎。双方一交战呢，你想啊，前赵军队皇帝在军中啊，人数又占优势，因此呢奋勇冲杀，后赵的石虎军大败，大将石瞻当场被杀。后赵的军队啊，当时所谓的枕尸200余里，丢失辎战铠甲无数。石虎率领残兵败将的兔子一样，就是跑往朝歌，朝歌就是今天河南淇县，往那个方向撤退。那么刘曜呢，从大阳关渡过黄河，进攻守卫洛阳金庸城的这个后赵大将石生，并决黄河水呢猛灌后赵的守军。大阳关就是今天山西的平陆县。前赵呢乘着这个盛势，分派驻将进攻后赵的什么吉郡的河内等地。后赵的荥阳太守尹据呢和野王太守张进，一看守不住了，愤愤出降。一时之间，当时的形势对刘曜是非常有利，但他当时呢犯下最大致命错误。什么致命错误呢？他当时应该就是带着一种必胜之威，马上进攻后赵的都城相国。结果他没有去干这事儿，就耽误了上天赐给他的最好机会。冀州这个相国城内呢，后赵这个国王他那阵还没称帝，石勒是又气又急，马上自己带兵去救洛阳。这个时候朝臣中有人就说，你看大王您自己也不宜轻动。但是石勒呢自有主意，
他怎么说呢？刘曜乘一战之胜，为首洛阳，雍常之位皆认为其风不可挡。可是呢，刘曜带甲十万，这么多的精军，攻一城而百日不克。你看他攻洛阳，又围在洛阳旁边，攻三个多月都攻不下来，失老兵疲。以我百战锐卒击之，可一战而擒之。接着呢，石勒又对臣下进一步分析道：如果洛阳失守，刘曜乘胜必来冀州相攻，自河而北席卷而来，如此吾等大势去矣。石勒手下的谋臣呢，汉人徐光特别赞同石勒的这个想法，他就说：刘曜乘高侯战胜之势，不能近邻相国，更守金庸啊，此其无能可知也。以大王您的威略亲统大军，他必望其奔败，平定天下，在此一举。于是呢，后赵的国主，后赵国王石勒亲自统帅部骑40000，向洛阳方向进发。那么公元329年1月呢，后赵的这些大军呢，都在这个城皋那儿集合。然后呢，城皋是哪？就是今天的河南荥阳了。部卒60000，骑兵20000，这个7000，等于就是，等于是8-9万人吧。这个更让石勒当时感到可喜的是什么呢？城皋关前啊，竟没有前赵的守军。于是呢，石勒大军卷甲衔枚，轨道兼行。你说近100000大军，悄不溜秋的就过来了。刘曜这边呢，因胜而骄啊，军旅在外，他也不想着怎么攻啊，怎么防啊，天天和他几个那宠信的谗臣啊，那些这个拍溜须拍马之徒，在大营里饮酒赌博，根本不体恤这个战斗的这个士卒。那么左右那些大臣进谏呢，刘曜大怒，但凡他认为听着不顺耳的，马上派卫士把大臣给斩了。不久呢，石勒率兵已经渡过黄河，这消息传来了，刘曜才开始啊与他手下大将商量如何增强荥阳城防这个事情。不久呢，后赵军队的前锋杀到洛水了，双方遭遇战中，前赵还擒得后赵的羯族士兵啊，抓了一些人，抓了一些活俘虏，然后刘曜就亲自审问虚实，就问大胡亲自领军吗？带多少人马来？所谓的大胡就指石勒。那俘虏，你想羯族的士兵肯定实话实说，赵王自来，军事甚盛。哎，刘曜一听这个，闻言色变，马上下令从金庸撤围。然后呢，他把那军队呢在洛溪布阵，面对面想迎战石勒的大军。本来刘曜率领大军是包围洛阳了，包围这个石生率领这个洛阳的这些这个后赵的军队。如今呢，他自己变成反包围了，被人反包围了。那么小山坡上呢，前赵军队10万人立阵，南北横亘10多里。石勒见此呢，不惧反喜。你甭看前赵人多，他就对左右的大臣说：“哎，你们现在可以向我道贺了。”石勒先不与刘曜交战，你甭看他就是看对方人多，而是率领40000步骑，进入了被围数月的洛阳城中，一下就冲入这个洛阳城中，就原先被围困的。刘曜犹豫之间呢，忽然发现石虎，就是这个石勒的侄子，率30000步兵从洛阳城北面出现了，向西而来。那么后赵的大将石堪、石聪两个人呢，各率领8000精骑，你看从城西疾驰向北，等于是合军进攻的这个刘曜的前锋军。于是呢，双方大战于洛阳城的这个西阳门。石勒本人呢，他是亲贯甲胄，从洛阳那个昌河门一下就冲出来了，形成对刘曜大军的夹击之势。刘曜这个人呢，从年轻时代就特别喜欢喝酒，估计是有酒瘾。他称帝之后呢，酒瘾更大。你像如此大战，如此关键的战事临近，他依旧饮酒数斗。我们大伙儿想一想，也不知道他这是壮胆还是解馋。因此，他刚刚披挂上马，刘曜平时呢，他一直乘骑那个赤色骏马，跟赤兔马差不多吧。不知道什么原因，前腿跪地不能站起来了。战事危急，这个时候来不及找到好马了，他就临时牵了一匹，就手下人牵了一匹，本来是运东西的那种小马。跨骑而上，临出营门呢，这个刘曜呢又狂饮美酒一斗多。赶到西阳门，刘曜指挥手下准备加入战斗了。后赵大将石堪啊，认识刘曜，
为什么？因为双方从前啊都是匈奴这个汉帝刘聪名下的友军，经常并肩作战。一看，哟，刘曜嘛，这不是，赶忙率领精骑直扑这位皇帝而来。前赵军队正如当初石勒所料想的那样，失老兵疲，已经在这儿攻打洛阳很久了。你想，这百十来天了，加上后赵军队呢，战斗力确实很强，因此呢，前赵后赵军队交手不久，前赵军队就一下溃败。刘曜呢，作为皇帝昏醉之中，他就被自己军队的败兵啊，那裹挟着往后奔逃。他所乘的小马呢，速度慢，力量又不够。咔喷到有一个石渠在那儿，那蹄子就陷在里头，忽然之间一下就把刘曜甩落在冰面上。后赵的追兵啊，你想很快就到了，箭射枪筒，刘曜身上严重受伤，十多个窟窿，其中那种洞穿伤就有三处。由于失血过多，身边的兵马要杀个七零八落，刘曜支持不住，又没了马，最终呢就被后赵大将石堪抓住，押送到石勒的大营。石勒派人点算人头，到时候这个古代都是以斩首为功嘛。这次战斗呢，后赵军队共斩杀50,000多前赵的兵将。这个时候，一度叱咤风云，雄极一时，俘虏过西晋两个皇帝的匈奴皇帝刘曜，威风全无，浑身是血啊，就被扔在石勒营帐前的这个地上。前赵皇帝呢，现在倒在了后赵国王的脚下。刘聪时代啊，刘曜和石勒曾经多次协同作战，可谓是患难与共的老战友，所以呢，这两个人的关系呢，实际上熟之又熟。那么趴在地上，刘曜啊支起肘，还打着哈哈，就问老朋友石勒，向他问候：“石王曾以重门之盟否？”这意思是什么呢？就说石王，你还记得咱俩在这个从前，在这个河南地区一起进攻这个晋朝皇帝的那个事儿，当时晋怀帝啊永嘉四年的那个事儿。石勒呢这阵儿是傲然居坐，自己高高在上啊，良久他也不直接和这个刘曜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就派这个徐光他自己大臣下阶传话：今日之事天使其然，说别的没什么用。虽然说拒绝和这个刘曜叙旧，石勒呢还是念点旧情，下令医生呢为这个刘曜医治伤口，并派自己的亲孙子石遂呢领精兵坚守，把刘曜押送后赵呢都城相国去看押。那么途经洛阳北苑，有位名叫孙基的老人，这历史上都有记载，求见刘曜一面，获得了石勒的允许。孙基呢这老人白髯飘飘，手持酒，马上进献给躺在他担架上的这个刘曜了，口中念念有词：蒲谷王，官右称帝皇，当持重，保土江，轻用兵，败洛阳，奏运穷，天所亡，开大分，持一伤。什么叫蒲谷王？好多人看这个词儿啊，好像意会不知道怎么回事。蒲谷是首领大人的意思，是先前刘曜在刘渊时代被授予的匈奴语译音的这种官号。面对老人如此数落自己，刘曜呢这个时候倒也豁达，他强撑起病体，接过这酒伤。说到老人家，您身子骨真好啊，您说的真有道理，我当为老翁您痛饮此杯。不久呢，石勒听说这件事情，凄然改容。亡国之人啊，确实值得这位老大爷数落他。那么到了相国之后呢，刘曜就被囚禁在了永丰小城。开始的时候啊，石勒对这位老战友好吃好喝好待遇，把先前阵中俘虏的什么刘曜的那些这个妃子啊，这个女士啊，全部还给他，但是派严兵看守了，而且派先前在这个食粮俘获的刘曜手下的将领，包括他那个大臣刘越等人啊，鲜衣骏马的去看望刘曜。刘曜在相国忽然看到他自己从前这个国家的所谓的中山王刘越也吃了一惊，我一直以为爱卿你早就被杀了，你看石王真仁厚，全活你让你活到今天，而我呢先前呢却把这个石王手下大将石陀给杀了，想想确实令人有愧，今日之祸真是自找啊。你看前赵这些从前的君臣留宴终日，实际上全是高级俘虏啊，这喝了一天，到了晚上呢才洒泪而别。眼见这个刘曜啊伤势日有起色，石勒就派人就是劝这个刘曜：你给长安守城的你的皇太子刘熙写信，劝他们赶紧向我投降。
这个时候呢，虽然已经身为浮囚了，刘耀还有那种匈奴人的血性，算条汉子，他只写了几个字给自己的太子刘熙，与诸大臣匡扶社稷，不要因为我被俘而服软投降。石勒一看刘耀写的这几个字，勃然大怒，知道这个人再无利用价值了，也不想继续浪费粮食了，也不想继续浪费人力物力养勇一患了，就派人进入刘耀的囚所，兜头一刀就把这位前赵皇帝就给送入了地狱。刘耀被囚杀的这个消息传到长安，他太子刘熙就和南阳王刘印等人吓得那就不得了。仔细商议之后呢，这帮人就想从长安撤出，西保这个秦州。当时呢，这个大臣当中的这个有个叫胡勋的就劝谏，你看我们现在皇帝虽然被这个石勒他们给杀害了，但是我们的赵国的疆土还没丢多少啊，而且我们的将士里里外外也没多少叛离我们的，我们应该全力抵拒，如果抵抗不住我们再逃也不晚啊。南阳王刘印呢，这个时候心乱如麻，就认为当时这个胡勋啊祸乱众心，马上推出斩首，然后呢急急忙忙率领百官奔逃到上邽。上邽在哪儿？经甘肃天水。你想呢，从长安一下跑到那儿去。我们前面讲过，刘印这个传奇王子本来是文才武略啊都是过人的，但他父皇被擒杀的噩耗啊，已使这小伙子是肝胆丧尽，加上他的太子弟弟刘熙就是一小孩啊，众官那些官员们这阵也没有什么有胆识的，所以说这些人竟然抛弃长安这么一个奸臣，这么一个根据地向外奔逃，等于这就是前赵的天数已尽。那么既然前赵的太子南阳王都跑了，长安周遭的各镇宗室啊，那些姓刘的啊，包括那些将领也都弃城跟随，一时之间的关中地区大乱。那么前赵的将军什么蒋英啊、辛树等人拥众十万，不仅十万，数十万在长安就附近。这时候呢，没了主心骨啊，这个主子都跑了，怎么办？你想，数十万人，只得派遣使臣向后赵的石勒投降。石生得到石勒的诏命，马上率领洛阳的兵士前往长安去接收。所以说呢，兵不血刃接收了这座长安城。你想要攻长安坚城，说句实话，你不牺牲个十万二十万的士兵的性命，你不可能攻下来这个坚城。现在倒好，兵不血刃了。那么公元329年，也就是东晋成帝咸和4年九月吧，在上邽喘息已定的前赵南阳王刘印后悔了，你看我当初为什么连打都不打撤出长安呢，又率兵数万反攻长安，什么陇东啊、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风啊、始平驻郡，原先臣服后赵的兵民马上起兵响应，因为毕竟是一直是处于这个匈奴刘氏统治之下嘛，而且这个刘印他的这个名声又挺好。结果呢，刘印在长安外围中桥一带就屯营了。长安城内的后赵大将石生呢，一看敌人来势汹汹啊，周围的人又都叛起了，他就把洛阳坚守的那个故伎从师，然后也不出战，应城固守。听闻刘印前来送死，石勒就派中山公石虎的侄子率领精骑20000飞奔洛阳。到十月间呢，前赵后赵双方大战在义渠，前赵刘印大败，马上奔还上邽，打不好打不了跑。石虎呢沿途追杀，当时是枕尸千里，就是一路追杀，一直追到上邽。上邽呢，这个前赵的兵马呢本来都被刘印带走呢回击长安了，如今兵败如山倒，刘印的这个败兵啊入城之后连城门都没来得及关，石虎的后赵骑兵啊已经是蜂拥而入，所以说把前赵的帝王将相一网打尽，俘虏了太子刘熙、南阳王刘印以及他手下的公卿这个什么将校啊3000多人。那么石勒的这个侄子大魔头石虎呢为人是非常残暴，到他手里那好不了，当即就下令把这人全部屠杀。这个皇子刘印呢再也没能重演先前那逃出升天东山再起的那种大剧，所以说呢也是一代英才啊，如今是窝囊而死。而后呢石虎又下令把五郡的匈奴凡是屠各种族的啊，这个姓刘的，凡是跟他们有亲信关系的有牵连的，以及先前俘虏前赵的王公5000多人
押往洛阳。押往洛阳干嘛呢？挖了一个巨大的土坑，全部是集体活埋。所以说从刘渊继位建立汉国起，你说这个汉包括这前赵了，至此呢经历了三帝，就是刘渊、刘聪、刘耀。当然期间的那个谁，这个刘粲啊，包括后来刘熙那就不算了，总共存在了27年。所以说居于中原的匈奴屠各种就这种的这个最高贵的这个匈奴贵族全被石勒呢下令斩尽杀绝。自秦汉以来天之骄子的这个匈奴上层尊贵的种群到此刹那之间灰飞烟灭。我们回想这个前赵皇帝刘曜的败亡和后赵石勒的胜利似乎呢好像这个刘曜的运气差，石勒的运气好，实际上呢也不尽然。我们要知道运气实际上往往总是偏袒实力更强的那一方面。而且我们想一想这个过程，刘曜当了皇帝之后匈奴汉国也就是包括后来他建立这个前赵，实力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强大了。石勒名义上是匈奴汉国的部署，实际上是完全独立的一个方面军。而且呢匈奴汉赵所占领的关中与石勒所占据的河北也并无战略上的绝对优劣之分，这两个地方都是很好的根据地。双方决战之时，刘曜也没有像从前刘邦那样有函谷关的优势，他连成皋就荥阳一线都拱手相送给石勒了，最后等于是和石勒也战决胜负。可见呢前赵刘曜和后赵石勒当时他们是北方两强，都把各自的国运赌在一次决战之上，为此呢一方一旦输掉确实很难再分牌。当时刘曜的关中政权也没有什么这个地缘上的优势，关陇地区土地相对贫瘠，在魏晋时期呢本来就属于偏远的军州。我们可以看历史在那以后的100多年东西魏分裂，西魏宇文氏虽然在军事上屡战屡胜，却一直在对抗中长期处于劣势，就是因为当时的地理经济因素才造成那样。而且呢刘曜他这汉赵国家强邻环伺，东有石勒，北有钱粮，西有底羌，南有这个成汉包括东晋，即使整个关西就大致像今天的陕甘宁地区即使整个关西就是那个一大片地区，刘曜当时他也没能有效的控制。所以说他比起后来的西魏他的国力更不如。那么从刘曜算起，那匈奴赵国这个匈奴汉赵吧，这个国家立国20多年亲杀西晋两个皇帝，但并没有一个新兴王朝那种横扫六合的盛大气势。更绝的是呢，你想刘曜自携大军精军请国而来，愣是因为醉酒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刻这坠马被俘。如果我们做个比喻，这就等于是一个哥们儿准备了几年考研究生，考试前一天就是因为熬夜打游戏，竟然转天在上考场之后他睡着了，所以说绝对是千古奇闻。用现在的话来讲，刘曜这个人死在什么？就是作，自己作死。如此一来呢，堂堂一国皇帝竟然被敌军生擒活捉了，等于刘曜就等于是什么呢？把翻牌的本钱输得一干二净。所以呢，刘曜这个人，你甭看他亲手擒杀了这个西晋两个皇帝，晋怀帝和晋敏帝，他只能算是一个敢打仗、敢拼的这样一个枭雄，一时之雄。虽然先前他这么本事，实际上都属于猖狂一时，最终难成大业。即使命好呢，他也只能继续割据一方最终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可能纵横天下的。